在洛杉矶的波特山庄来参观托尔兄弟的新盘样板房。我们今天参观他的 Point Hill 社区，然后参观他的三大户型。这个户型呢，其实是比较刚需的户型，既适合自住，又适合投资。它是4到5房的设计，然后三个洗手间，两个车库，2051尺到2226尺。那它呢有三种外观，我们样板房呢是Santa Barbara圣巴巴拉风格，另外呢还有地中海和托斯卡纳风格，可以说任何一种外观都是比较漂亮的。那它售价呢是97万起，那目前呢是有1栋7房可以选择的。那这个社区呢，它的学区非常不错，小学初中学区呢是10分的学区，高中呢因为是新区还在建中，要用隔壁 Chatworth 的高中，并且附近开车7分钟左右有一所非常非常不错的1到12年级的私立高中可以选项。那这个社区呢，它盖的位置也是非常好的，去 downtown 啊，去 Pasadena 啊，甚至去 Santa Monica 海滩都是非常近的，大概都是20-30分钟内可以到达的。而且呢，本身这个开发它是一个大的开发项目，本身具有公园呐、散步车道啊、商业呀、餐饮呀，是整个一个 package 去开发的。所以说，托尔在这边是建设了一个这样，打造了一个这样非常不错的社区。其实呢，也是可以考虑带你的家人迁至这边来生活哦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一起参观吧。Thank you.
计，我们的样板房呢是四房的设计，你呢也可以考虑把它改成五房。如果做出租的话，五房可以比四房租的更多哦。如果是自住，四房又可以足够的话，那有一个 loft 的空间也是不错的选项哦。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快点联系我了。我是 Mina， 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